网友回应，长相蛮好看的，而且身材也很有料，我好想吃饺子了，这身材可不是开玩笑的，很美很凶也很有气质，感谢分享。正妹好凶，身材真好，就是凶了点，身材还不错，长相普普咯，好厉害啊，这年头真的要敢穿敢秀才会红啊。嗯，是很凶，但腿完全不行嘎，身材真不错，而且筋也很软，才能一字马。总觉得的这种颜值非顶级，但身材天赋却点满的妹子，更勾起本鲁的冲动啊啊，这是病吗？ XD 基本上就是脸蛋普通，身材优，属于肉感型的，果然还是要靠化妆来点缀，真是天生尤物，不可多得。包子一般是用面粉混合水后发酵过的面团内加馅蒸制而成，款式非常多，常用馅为各种肉类或各类蔬菜、芝麻、豆沙等等。现今出名的天津狗不理包子、广东叉烧包、小笼包、灌汤包。And now I know my